新月的部分喽，有什么？福利可以干嘛？怎么卡住了？哇，换装商城呢？来了来了！我想大耳狗好了，大耳狗帮我放大一下。啊，不能放大。那我要先讲谁啊？哦，不管了。而且他现实诶，哈哈。我想大耳狗好了。大耳狗好可爱。来了吗？为什么那个卡住了呢？魔上车魔不是第一名的吗？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名的耶。其实行乐神也。啊，最后我们直接看那个掉落比较快，不要再拖时间了哈。为以前还会心动，好好哦，VIP 副本，那不就有 VIP 才可以打这个？哎呦，这个还蛮帅的耶，嘿嘿，二金琴。我是觉得啊，那如果出教育系统的话，教育系统到底有了没？我记得有了耶，对啊，有了啊，我怎么找不到？我都放在很神秘的位置了，哦哟，不要放在这么神秘的位置没？